我是凯莉，我是小哈利，我们今天当哇，一起来玩咕噜噜转嘟嘟里的洗衣机玩具游戏。那么现在开始玩吧。小艾莉你好，你好，嘻嘻嘻嘻。哎呀，怎么有股什么味道呀？啊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啊，什么呀？啊，嘟嘟里呢要去见男朋友，所以就把这些随便的放在这里了。这个袜子都有味道了呀。啊，小艾莉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对了，我家的洗衣机坏了，所以请问可以借你家的用一下吗？哦，当然了，随便用啊。洗衣机在哪呀？洗衣机是在那边吧。知道了，我来看一下。啊，你的力气好大呀，还能搬动洗衣机。大力啊，力哟。啊，在洗衣机里放这些可以吗？啊，对了，我们要把袜子分开洗哦。除了袜子？嗯，袜子呢要另外洗哦，因为有味道呀。哦，那袜子分开洗。好的，只放袜子。艾丽的袜子也要放哦。那么关上洗衣机门哦。嗯，洗衣液在哪儿呀？啊，对了，这是洗衣机。哇，放在这里的。洗衣机放在这里啊，打开一下。嗯哼，啾啾啾啾啾的的，差点，差点溢出来了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按一下按钮，清水洗涤有甩干，还有自动洗涤。哦，自动洗是什么呀？就是不要人为的洗，它自动的会洗。来按一下这个按钮。好的呀。哇，有水了，有水了！哇，真的好快！哇，甩干了，真的好快呢！洗完了，那么把洗衣机门打开，把衣服都拿出来。哇，洗得好干净！哇，真的好干净！哇，洗得太白了，都发亮了呢，真的好厉害！先把这个放在篓子里。放到那边，当然可以啦。把这些都放进去，剩下的呢，我们再来洗。好呀，好呀。好了，这个洗好了，这些都放进去，香香的呢，洗一下。啊，要开始啦，要开始啦。奇怪的声音，听起来好急切呀。小丽，你干嘛？你这样它会坏的。不是啦，本来这种时候这样呀敲一下就会好的呢。要快动呀，你这样使劲的敲的话洗衣机会坏的。凯莉，你会魔法吗？用魔法来变吗？这怎么能用魔法呢？一般这个时候不都敲一下吗？如果不动了就是洗完了，怎么弄都拿出来吧。这是洗涤结束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都好了。嗯，我们要熨斗。好的好的，快点来烫衣服吧。我拿来了熨斗还有水，但是呢这个很烫，一定要小心。你来喷水，我来烫衣服。我要开烫了。知道了。来，先烫一下嘟嘟里的连衣裙，喷一下水哦。啾啾，咻咻咻咻咻，粉边也要熨哦。咚，彪彪。啊，这个温度好像不行啊，要调一下。叮叮，哇，啊，现在烫平了。咻，烫好了，成功了。下一个，下一个洗袜子，袜子烫下了。哇，好像烫得很快哦，一定会得到妈妈的表扬的。哎呦，凯莉呀，洗衣活都做好了。啊，是的，妈妈，我和小艾莉一起合作做完的，是不是值得称赞？洗了好多好多衣服哦。我来看呀，这个洗完了怎么皱巴巴的呀？洗完了应该烘干烘干，整理一下，就这么。
你说，这个衣服还得重新再洗的呀。哎呦，哦，怎么办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过你们这么的辛苦，还是应该表扬你们的。知道了。我们今天一起玩了咕噜噜转嘟嘟里的洗衣机玩具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凯莉，我以前还不知道洗衣服这么累呢。我也是啊，我们多帮助妈妈尽孝道。对的呢。那么凯莉和小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游戏，到此再见。